看，这些是植物原色包埋标本，是时间暂停的花朵，能够完整保存花朵的形态与颜色。在李佳维教授的方舟之岛上，有着植物生长的印记。一起来探险吧。在安静的午后，有这么一个沉淀心灵的小空间，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室内植栽、种花指南、藤蔓、绘本、小卡与种子，所有疗愈的组合，值得你浪费一整个下午。来植日历做个美梦吧。